哦，以前的哲平，对吧、啊？就是以前哲平，就比哲平再严重一点。哇，哎呦，他在很远很远超级远看到，他就没有办法，很远就不行。嗯，他好像是小时候被就是被哦有被咬过，我觉得有可能、啊、也被舔过。然后小雨，是我听很小声吗？还是真的吗？有点小，我已经调到200趴了。我也是调200趴，我觉得还是有点小声。嘿，有没有开了吗？你其实以前讲话有时候突然很小声，会。可是我都没有特别调。开台喽！以前我们没有去讲，没有跟你讲啊。还是你要有中气一点的讲话，不能那么那个。你要有朝气、啊、你去唱国歌你去你唱校歌，这样是校歌，唱校歌，你都有听到完整版了不是吗？好了调成正常了，然后请小同学上台。我不爱你酒醉哦，我也觉得今天酒醉啊，好呛哦，也很呛哎、欸。没有，我只是刚睡醒。没有，没有醉，没有喝醉啦，没有、啊，撞到头，谁撞到头？啊，我撞到头啊！谁撞到？你还好吗？没事。都上线了吗？上线了，我没上线。还有谁？导游没有？我需要 IP 没有？你 IP 没变呢、欸？没变哦，没变哦，没变，没变哦。那我看到了，你好，开个台。嗯，好。今天有点饿，有感谢超级留言。今天很多人都对啊，今天都没精神。哦、有啊，我有精神啊！你哪？你有精神的样子？我你没有，我在帮你拉大声一点点哈。我已经无法把它拉大声了，最大声了。可是因为我一直没办法弄太大声，是因为我如果尖叫的话，你们的耳朵会炸掉。不会，你很少尖叫。没对啊，对啦，你比起那个。还有可是我剪影片都会剪掉我那个音声炸掉的时候。真的假的？对啊，我剪影片都会被自己的叫声吓到。就是偶尔突然某一个时候就会突然尖叫。嗯，突然啊，礼拜三的时候最长哎、欸。不是礼拜三玩的游戏都很刺激啊。对啊，每次礼拜三影片都在鬼吼鬼叫，玩什么游戏都可以叫哎。哎。感觉吗？这一位吗？那一位是请假吗？那一位呢？要来吗？他请假啊。酱油请假没有说哎、欸，有讲吗？怎么讲啊？他等于说我忘记今天礼拜一了啊！我觉得非常有可能呢、欸。又在逆转裁判的是不是？又在移压你是不是？完，他在开了。他在开了吗？他开了吗？他还不 Google 一下？哦，他降临，降啊！看一下。哦、oh! ，他在开了、欸，他在赢压力吗？没有，他现在看起来像是聊天台，他只在聊天。哦、oh! ，是不是该抠一下？忘记啦。哦，哎，他是这个过太爽了，礼拜几都忘记啊？对啊，今天礼拜一哦，今天星期一。观众问他说：“今天没有要轻松生存吗？”今天不是礼拜日吗？离人呢？我要找他人。今天不是礼拜日？今天不是礼拜日吗？哎、欸，我看他有人说今天不是礼拜一吗？完了，完了，是不是？甩我们锅，是不是有人忘记了什么？是不是养了一只鸽子？你没开麦？听我解释，我以为今天不是礼拜一啊！完了，要你开麦了，你可以解释了，你可以解释啊！他不解释，他们说养鸽子，解释了。欸、他说他没有声音啦。嗯、啊，你麦克风怎么了？麦克风爆炸。酱油酸安，你是麦克风被调到还是啊？你的麦克风被吃掉了。你麦克风被吃掉了，会不会连我们讲话都听不到？
不知道。会不会 DC 的那个你输入的那个？对你那个使用者设定，左下角调一下。对，选错麦克风了。齿轮旋你的麦克风，麦克风，麦克风，麦克喇叭，麦克风，麦克风，分分。所以麦克风是谁？嗯，大哎，哇，麦克风的朋友吧，嗯。哎、欸，对，等一下，我们这边的矿车没起啊？哪里的矿车？哪里？哎、欸，酱油的不见了、欸，哎，被打掉了是不是？酱油的、啊、酱油的座位被哦，霸凌，有人霸凌，完了，而且他的扶手少一根竹子是怎么回事、啊？霸凌，霸凌，霸凌，校园霸凌，老师有人霸凌，抓到了，哎、欸，我忘记这件事情。没事，我们都知道。找你了，我们都知道。我有看到，我想说他们跟我说，你知道今天是星期三吗？啊，今天是星期三，哎，今天星期一。完了，这么晚了，你就要唱校歌了，你知道吗？对啊，欢迎校歌，耶！现在我觉得你要去台上罚站了，你不能坐在位置上，你的位置已经被那个校长。弄走，校长把椅子拆走了，你的椅子不见了，你不能坐了。我以为今天放假，校长放假，迟到就是到、啊、你也可以放假，你可以放假、啊，你可以放，你可以请假、啊，对对对。通常迟到我都说啊，老师不好意思，我今天身体不舒服哦。我突然想吐，突然头痛，突然头晕，对，我下一秒会从楼梯跌下去，我并不是好吗？你那个菜超过喽。太多，我直接预知到自己好像十秒后会从楼梯摔下去，所以我先请假。熊总，你要进来了吗？你是要进来了吗？我他最新版本还要更新耶，还是161吗？哇，162。对啊，那一个还要更新。他既拿着斧头，很火大。他很火，校长很生气。我既站在台上，我真的以为今天星期日，你知道吗？我想说今天星期日。然后我还在想说，哦，对哦，那明天就要星期一嘛。然后结果他们就跟我说，哎、欸，你不轻松吗？哈，有你不轻松？没有，你很轻松，你很轻松啊。然后刚刚校长是不是要讲话、啊？声音好像是不是就变小声了？没有，他没讲话，我在等空档，我在等空档。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等空档。我先站在窗外听。我刚刚在你们大家在讲话的时候，我扒吸了一下，身上装备啊，对你刚刚不是清掉三个东西吗？欸、对耶，你那三个是什么？彩券，装备全套啊！你有备份吗？你有备份吗？要重开，对啊，重开也来不及了，等于说读到了旧的档案去找。去找你的人物、哦，找你的人物过来，这样还是要先让你弄好，对啊，让你弄吧，不是还能，不然你到时候根本没关系，这一集就不要装备就好了。你要裸装、哦，裸奔校长，哇，我们是可以先告他了吗？还要被扑，我已经难过了，是裸奔哎、欸，你是什么装备啊？攻击、就是攻击套装。哇！校长裸奔这样会带坏校园风气？不会啊，哇！没有，我跟你讲，大家一起裸奔就没有这个风气。我们要响应校长，所以我要脱掉装备。他说校长要轻装咯啊，那我要当反骨学生，我不要脱。我怕死，我不想要少赚拉面。对，我也不想死。拉面怎么了？我开个拉面，我开着的。开啦！我怎么进？我怎么找不到可以进去的地方？真的耶！你拉面打开之后，你在那边重新整理，重整一下最下面。没错。没有哎、欸，奶奶，真的是1.6.2吧？没事，我真的也1.6.2。你应该要跟我一样直接输入 IP 了吧？不然就直接输入 IP 吧。对啊。对啊。那后面那几码有人知道吗？不知道。不知道。我出去看一下。感谢学长。55167。55688，哎，可是前面 IP 多少啊？我要从哪里复制啊？那个啊，哈基啊，拉面，有个哈基，嗯，有个哈基，有个哈基，复制 IP 位置，对，对，
对，迟到要不要惩罚、啊？你看他迟到十分钟嘞、欸，忘记上课了，他忘记上课要惩罚，这个要惩罚，那就登录奖，登录奖励没了。那我突然觉得有点难过，我还是请假。你的椅子怎么回来了？怎么出来了？那椅子怎么出来了？长出来了。他把椅子都坐走了，你把椅子带回家，你把椅子带回家，自板凳，自板凳是不是？可是你有啦，你坐着下线是不是？你再离线一次哦，你断线，你再断线一次，为什么？真的啦，真的啦，认真，真的，没有胡，没有干嘛？真的。你们要干嘛？你离开，你离线，你离线，离开一下，真的。所以坐着矿车下线，矿车不见了。那我去看看。哎，你也不见了，你也不见了。哦，新发现。哦，哇，原来是。哦，很棒的椅子不见了，出现了。哇。可是你的甘蔗还是少一个。我们甘蔗是啦，竹子。竹子被打掉。竹子也少一边啊。对你少一边。哎，你们好爱护校园的东西啊，这我盖得很辛苦呢。哎，你要干嘛？酱油你偷我竹子啊？我偷扶手啊！好啦，上课上课了，我们打架了，暴动了。好啦，今天是8月17号嘛，暑假已经快过完了。哎，那原本今天想要弄出那个副本，然后我弄了一个下午，还是没关系，等下一周。好，好，今天的任务有大更新，还不少。耶！任务喽。那今天我们就自由活动。我要去看。哎，好，先去买彩券。好的，买彩券。啊，登录奖励。我上床。啊，我卡一下。我上床要试一次。彩券。小这里。那登录奖励有给我发喽。好。我上次死多少次啊？完了，记不得了。我要乱买，我好像死了一次。我直接死，好像死一次哦。直接打开记录档看一下那个刚开始的那个死亡数就好了。聪明，然后记录档完了，看任务，哇，任务好多哦，好多哦。哎，我的那个呢？杀死野生女巫三只也有哦。哇，感觉还蛮简单。哎，什么叫做重生毛啊？最后第二排最后一个，这个一个新的东西哦。他可以在地狱，然后记录死一次哦，那个东西哦，好，这才20块而已。你是说城门吗？对啊，我跟你讲，城门只差两座了。对啊，剩两座，只剩两个，因为我那天有盖了一个。哎，这次很多的任务都是杀怪，杀怪任务大多都是要出去冒险了呢。请问河豚是什么？我啦，我先介绍一下。少一颗头。二叔会中毒，没错啦，会中毒，没错啦。介绍一下嘛。我真的觉得苦力怕躺着也中枪，好多任务都跟苦力怕有关。很多人是那种岩浆桶。就 Colin。为什么岩浆桶？烧一下一颗钻石，因为我上次有事。就错了，对不对？了解大自然的奥妙，好。最后一个。爱情摩天轮，想说不要自己随便写。爱情摩天轮，啊，不知道今天盖不盖得完。啊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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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呜！你家的阿呆看来也是很不满，你今天忘记了呢。没有，他现在不爽隔壁的人上楼梯又下楼梯，上楼梯又下楼梯。好，怎么了？那大家可能忘记拿东西吧。哦，就跟我之前一样。你这个打开窗户大喊，你要忘几次？忘忘忘忺忺那样子。忘。这个是双关语，你是要忘东西忘几次？哎，然后对口你要忘几次？哎，我家狗超聪明哎，就是我出去的时候，然后它看到我，它就不叫了。然后它耳朵尾巴还会垂下来，然后我一走，哇哇哇哇吓到我把整视框打掉。他是怕你吧？他是在怕你吧？他怕我打他吧？因为他知道他忘就会被打，可是还加起来的一万，好，我要去加起来的一万了。加起来哦，加起来啊！还有一个 S 麦迪，要用找的，用找的。他是用那请问
不算啦、啊、随机传送出去不算啦、啊、不算啦、啊、应该是传送的好的啊他是传送哦还想偷吃布还想偷夹包他没有说不能传送他就是跟你讲走到了啊他要说用走的，哎、欸，那如果说 你走地狱，用地狱的方式，这样也算跳哦，加油跳哦，跳哦，哎呦，感觉这也是用走的哦，哎呦，聪明哦。可是我没有要捡那任务，你们去吧。没有任务，感觉好累啊，真的感觉好累啊。才二十颗，那我不如去挖矿。对啊，我不会打 boss， 我有加几啊？加八稿，哎，不是我那个小，我那金运稿在干嘛？金运稿在那个吧，他金那里啊，对对对对，这把给你，这把给你，好，我要还哦，我等一下我回家，等一下。哇，这些僵尸都神速腿啊！你又出去玩了、哦啊？哇，打僵尸太痛了吧？怎么了？怎么好像每次刚开始就会热血开冲啊？没有，这只是冲到基础值而已，没什么，没什么。那个叫什么啊？他自己家的屋顶可能要插点亮光，上面两只苦力怕呢。嗯、好、哦，那耐久强化还没有加进去吗？哈，哦，还没。OK， 好。我到你家门口了，你在哪？我在上面。嘿，你在上面？对，我那也不怕掉。嗯嗯，我天哪！天哪！脱妆了，天哪！脱妆打僵尸了，完了。哦，白痴，我来二楼找你。为什么要偷中打、啊？他要十下打死僵尸啊！我现在空拳打四下他就死了、欸。哇哇哦！你刷轻状态啊？那同一只吗？同一只啊！他都打死了。哇，那不怕的啊！你那你平均每一下只能一击这样的、啊？你去外面一点的不是吗？哎、欸，师傅你在家吗？你要这样会有力量效果。嗯，BOSS 出现了。那個、BOSS 出现了，是铁巨人的感觉。凶哦！在哪里？在家旁边、啊，跑酷下面。我看到了，在树上是不是？死了、欸，在树上哎、欸！死了，他是摔下来啊，在熊猫馆旁边呢、啊。哇哇哇哇！哇哇！江鸭直接被秒耶，好恐怖啊！来进来进来进来下水玩下水玩，下下水下水，我也要怪死人，那我可以啊！我差点死掉谁？哎呀，射到谁了？好痛！我被射了，快死掉了，好痛！谁射到人了啦、欸？你这么远你都射得到，你这么远，哎、欸，谁要打我？加油！加油！比较可怕，加油！我操！哎呦哎呦！枪啊！然后他记打到了，他记打到的。我团陪我一颗，好可怕！刚最后，大家根本就像在那个抢预购的蔡琴亚大妈，往前冲。我也找不到人，不在我身上，空的，不在我身上，空的，空的。我知道，等于呢，我这里只有我自己的十颗钻石而已。我刚是看到他自己的头颅而已，哎，我没吸到。还是在下面啊！欸、我真走，我确定我捡到钻石这样，我看个记录。那应该就是你了吧？我身上看个记录，你身上你讲嘛？你身上几颗钻石？五六啊，那应该就是有了吧？二，我买完彩券剩二三，二三五六减二三，这是总共少？多少？三三三三哦，差不多。我要排队，嗯，排队，排赞，三倍券。三倍券，全全服都在这边，全服都在这边，全服都有，几个人？八个啊，八个分八等份吧。这要怎么分啊？你就那个啊，你借符盒放出来，直接拉八个那个位置啊。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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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就好了。我没有盒子，是有盒子进。好了，三十三十四十五吧。你就直接按着我，不能，对对对对对，对拉着。啊，剩的你就拿走吧。那我拿五。好，你拿。那我的那个嘞，那个石头嘞，拿四了，同志石，我的耶，怎么我先去回血了？刚刚太可怕，都是队友打的仗啊，这是超可怕的。哎，我觉得如果
我以后弄个可以看到伤害表的，应该全部都有看的。他去投入是谁拿走？不是我，不是我，知道。因为我自己是有拿到一个自己杀拿到的基因怪证明的。好，哎、欸，所以是你哦、喔，不是他自己哦。哎、欸，谁又在乱扔垃圾了啦？我拿到证明哦、啊。所以是你的证明，是不是？对啊。哦。可恶！回来！那哈基够可怜了哎、欸。我刚刚想说，我回去看记录档，我头都拿去放彩券那边了。你要不要先睡觉啊？睡觉好了。睡觉吗？哦，好，等我回家。不是，他有绿烟呢、欸。睡觉啦。好吧，好吧，好吧，睡觉，睡觉。感觉哈基被咬个两下，他又要死掉了。你不想听听哈基的笑声吗？好了，那还是叫声还是叫声好了，那也是不要睡好了。对啊，这样才能听他讲老师哎、欸。对、欸，等一下，二十颗再分八分。为什么？因为我刚刚好像最后有买那个装备哦。那请问现在要睡还是不睡啊？先睡。睡啊。啊。睡要睡觉。哎、欸，我跟你讲，我觉得那个加七保护的裤子好像真的有点强哎、欸。我刚刚不知道被谁砍到，我都没受伤、欸、好扯，好猛哦，有点猛。我刚好像都没有射到几件铁卷，都射在人。你就你，你超级你要喝多少杯才会变这样啊？我今天超级乱源哎，好爽啊、喔！真的哎，今天是喝了多少？可以讲一下吗？没有，我就刚睡醒了。没有，你现在可以开始。你有没有梦想？感谢会员。我怎么没跳通知出来？还没啊？还没睡吗？躺啦，躺了。我说躺这么久了，怎么还没？我在床上。哦，有了。来，万能的观众、哎、是谁没睡？我跟你讲，刚刚谁最后睡下去的？刚刚谁最后睡下去的、啊？我一直睡着，请观众来帮我讲一下。我刚刚躺下去一阵子，都还没白天睡不。我也是，然后我还听到那个钟声，我以为是已经白天了，就觉得钟声。哦，有人去偷敲，有人去偷敲东西哟、哦。我听到校长家那个楼上的钟声，我还以为白天，所以我问了一下，哎、欸，是白天的吗？对啊，我也是啊。校长，那是自动钟声，不跟我无关。哦，是啊、哦，自动的，与我无关，与你无关，无关，无关。哦，这也是冷饭梗，我怎么了？哦，哦，老了，你老了。哎、欸，谁把我的钟全部 A 走了？上次不是有人要拿钟吗？我上次好像有拿两个。我要传一万个。可是我是拿你的吗？就盒子里的啊，箱子里的。你是说在那个小巴那里的？对啊。哦，哎、欸，可是我记得我是自己买的。哦，好，没关系。忘记。你刚是想哭，然后哭不出来。没有。你这个是没有吧？刚刚有去打怪物的，我楼上箱子那边有排八个钻石。哦，你的啊。啊。耶。什么东西？拿箱子，拿箱子、啊你。你可以不用拿，你可以不用拿，你可以不用拿。哎、欸，在哦，确实是我那一份还要在哦。哦。有二有三呢，你们赶快来抢哦！啊，有两颗钻石跟三个钻石的，那我要 KP 繁星，不着下哦。哎，赵宇，哪呀气？你怎么？我看到一个人上去了，在哪呀？杰克箱没有啊，在哪里？耶，赵宇，那个大箱子，啊 oh. 大型储物箱， yeah. 我。Yeah. 哦、我要扛错嘉宾。在大型出现朗读功能，朗读功能，朗读。哦，你没有开哦，我把它关了。我想听那个倒装的，大家快笑他。倒装的，大家快笑。就今天大家都不去冲装，没有，会有人去冲。我相信里面会去的。啊，我在野外，我在找别的东西。传送 Pico 别的东西，还是其实你是在解走一万个？哦，我不在解走一万个，我觉得很累啊。我靠，允月，你家变怎么了？怎么了？变什么了？你的石，你烧过的石头放哪里啊？烧过的石头，进仓库左手边那边都是石头区。左手边，好。樱花石头。大型储物箱。储物箱。
你们不是说之后要有墓园吗？对、啊、可是我现在看来看去啊，唯一那个稍微比较大一点空间的地方就在哈基家前面。不要啦，可以城可以城墙外了吧？城墙外啦，城墙外可以了啦。我想说故意盖在哈基家面前，让他的房价大跌。房价直接跌一半。啊，哪天他墓园盖在市中心？墓园不是盖在最偏僻的地方吗？这样要扫墓很方便啊。对呀、啊，我是觉得没有没有人会喜欢墓园在家前面的啦。你可以盖盖灵骨塔。哎、欸，你说到关键字了。你是这样说已经有有人最会盖的？哎、欸，我没有说。只有我。你好像在我旁边呢。我在你旁边，我没有说，讲的不是我。你想一下，你动刀，你就要花一块一颗钻石哦。没有啊，我的武器很烂啊。哪有屁的？你干嘛打我？我武器只有锋利七啦，还好。好烂这叫烂哦。烂哦，哇，好烂。哇，这个好烂哦，居然锋利七耶，哎、欸，知道吗？太烂了啦，那换一把。对。对啊，你这把锋利犀换成锋利比较强，我跟你讲，这把锋利犀，那个锋利犀我可以帮你保管哦。对，我帮你磨刀啦，我帮你磨一磨啦，你拿给我，我帮你磨一磨。我是觉得有点恐怖，还是算了啦。等下变成咖啡色的，就是可能就是磨的比较利，又变咖啡色、哦，磨过头了，乖乖呢。哎呦，可以啦，你要相信我，你要相信他。哎、欸，可是。公车那边的门要盖在哪里啊？很难走哎、欸。你们想盖哪？酱油加隔壁？因为公车这边是高山了啊。嗯、啊、嗯。我乱盖，我乱盖，我乱盖。多盖几道门。嗯。违规化。呵。哇。郭府他打掉的粒子效果也太多了吧？什么？郭府吗？对，郭府打掉的时候会有那个啪，然后那个粒子效果超多哎、欸。居然。有人是不是在找女巫啊？他找郭府吧。哎呦，有个也有郭府任务啊。我在家里哈，在家里，我在家里。好，误会了，误会了。以为他要跟，还是你在解那个任务啊？抢任务啊！哎呦，刚好在沼泽附近嘛。啊！哎呦，先赢喽！好巧哦！好巧哦！我讲没这句话了哦。好巧哦！怎么那么巧啊？你也在这里哦，好巧，真巧哎、欸，是好巧克力哦，太巧了吧？哎咻，失败了。好，拿铁砖来当桌子，爽！哇，有钱！哇塞，有钱就是任性，穷的只剩钱，只能盖钱度日，烧钱取暖。烧钱取暖，哎，酱油问一个问题，哎、好，你今天有吃饱吗？合成啊，有啊，哇、哦，好、欸，有啊，怎么了？有你上次，你上次脾气很大，有吗？有，我上次不是都出来问人家有没有梦想吗？哦，对啦，上次他是那个锵锵的湖中女生，哎、欸，所以你没有梦想吗？嗯，要继续问梦想了吗？你要帮我完成吗？只要你诚心许愿，缴路费。入会费八八八八就有机会 PK 八八八，哇八八八，还有只要而且加上你现在加入我们梦想会员的话，女神梦想会员输入 KK 八八八，你就有机会拿到 VIP 十天哦。你好轻松，十天哦，带走吗？还十天，重点是还有二次优惠哦，十天以后你 VIP 没了，你可以用半价八八八八除以二，你就可以获得。你可以算出来吗？我算数不好了，女生可以帮我算一下吗？没有办法呢，就是要让大家觉得很优惠。如果我直接算出来的话，大家就会觉得不优惠啦。所以只要除之八八八八除以二就可以喽。我好希望女生帮我算出来哦， oh. 这是我的梦想。我算出来就会除之啊。这是我的梦想，女神可以帮我算吗？这是我的梦想，算，哎、欸，让女神算出来要再多付666，哎、欸，有够坑，手续费太贵了吧？对啊，哎、欸，女神很值钱，好啊，耶，完成了。
好，完成什么了？吃五个生鸡肉不会没有中毒？有这么厉害？那只有17%的几率耶、欸。我已经中三次了，气死！原来你在，我想到旁边一直有人在吃东西，你知道吗？我一直在跑哎、欸，我在这边跑来跑去。啊，去还鸡肉了。大家拢直接吃了。哇，小时候好像鸡肉厂那边。那哈进，你要不要抽成啊？感觉你的鸡肉是被拿的哎、欸。我是在野外找的，不是他的。哦，放回去了，放回去。我知道了，那个就会被收成。接下来你怎么找了？我是找放山鸡哦，我不是找那个饲养鸡。放山鸡哦，饲养鸡比较容易中毒。所以小可以啊，你刚刚拿鸡的时候，为什么里面会有一个真的是？我不知道啊。哦，免费赚好爽哦！我刚看到里面就有，太神了吧！应该是那个吧，他拿一组之前的吧，之前有生生物也会变成、那個，不知道是有生生物还是有的時候卡在漏斗里面吧？绿烟的那个死掉掉，那是卡在漏斗里面，里面还有叶妹皮膜哎、欸啊，那就是叶妹掉下来喽，叶妹死掉喽。大型刚好掉在里面。大型储物箱，在我们储物箱888没用啦。大型储物箱，有啊，你那边会有300秒啊。哈哈，300秒是什么什么什么哈基奇怪怪？你会有300秒啦？你要会耶！你在哈基那里输入 KK 八八八西瓜瓜的话，那你就要都给哈基。你要出国了，你要出国了，你要出国了。哎，我还没说完呢，哎，很优惠。你已经说了，你说了，你说了，你说了。这样的话，他伤害造成了888块，顺便吃300秒，好像很优惠啊。农夫，到底在干嘛？笑死！太闹了吧？哎呦，好痛啊！你这个笨水果！啊，笨水果！啊，水果！啊，你说啥？笨水果！这个是梅子啊，这不是梅子吗？梅子？哪里有梅子？梅果啦，梅子。梅子哦。啊，那个笨水果，谁呀？因为我刚刚忘记他到底是啥了，我只知道他攻击。你玩的麦块是不太一样，玩的玩的有点像是母狗啊。你忘记他有松阳木吗？对哦，对耶，他可能有装模组。耶，模组，他的世界不太一样。对，我的世界与众不同。你真是我的世界。对啊，我的啊，那我自己哎，没事。农夫，制甲师。我以为我不小心坐下来，我会被我自己刺到，结果没有。木头，坐下。没有，我说我以为我中梅梅果的话，中梅子，中梅子。我还以为你可以坐下，你怎么了？我坐魔术，他可以坐下，你忘记要把椅子带走？真的，他置板凳哎。有人说我装了会攻击人的水果博主。哦，那还是蛮凶的呢。觉得你如果讲到关键字，搞不好就真的会出现。对啊。有人在家吗？你可以 TP 哈记啊。真的吗？我家被卡过哎，有其他人在家吗？你可以骂他笨水果啊。我在家。他就会去找你。那我要 TP 雨月喽。你就会召唤他。雨月不是一直坐在外面吗？对啊。我要跟着你走，你卖照，你闪闪发光的衣服已经证明一切了。哎，你走慢一点啦！不要看完呢。我不推销了，你走慢一点。女生怎么了？女生？对了，只要输入 K K， 你不是不推销了吗？女生说谎。女生说谎、哦。女生从来不说谎。真的完了，这又是一个天大的谎言了。还有，哎、欸，女神都说什么？耶、yeah, ，谢谢我回家了。小雨今天是不是有点凶啊？一直乱射了。不是啊，我要射怪，我一直射到人。对你来说，人就是怪。没有，我要把其他怪请达成目标。需要降火气，需要降火气，你需要降火气。你真的、欸，你很凶哎、欸，你很凶哎、欸欸。人家不是说那什么喝酒会变很神的酒仙吗？啊，小雨是睡仙哎、欸，睡觉完就超凶。那你不就是何姑仙？何仙姑啊，何姑仙谁？何姑仙是谁？完了谁？好笑了，大家集体呛了，真的呢。
你说你是仙姑吗？你说小雨啊？讲错话，你啊？是小仙？我不是，你不是团老师吗？我是老师，我不是仙姑。你之前不是说你是仙姑吗？没有，有啦。哎、欸，没有啊！哎、欸，如果你是师傅，那你应该是道长吧？已将还道长的游戏模式切换为创造模式。黑姑，黑姑，没谱了，没谱，不。等一下、欸，我看到一个奇怪留言，我可以跟你们分享一下。他说我也想要女朋友，然后后面一句睡起以后超凶，然后重点是他凶应该是没有把那个字选好，选成那个凶，肉不得凶吗？哎呦，睡起来还有不得了。可是我觉得是故意的耶。他搞不好就是要那个，他就是要那个凶啊。哦，在炫耀啊，在炫耀，原来在炫耀。哎、欸欸，你知道我刚刚以为他意思是说他梦到自己有女朋友，然后醒来发现自己变成自己的女朋友。什么鬼？你在讲什么？啊，就那个动画不是会有吗？就睡醒发现自己变成女生，想要女朋友，那就自己做自己的女朋友这样。有哦，你有印象、啊？这回事？有啊，你是不是在骗人啦、啊？画的东西没有骗啊！你常在说谎，每次后置都看到你在说谎，你知道吗？你要听小牙天吗？这个。然后别人推荐我，但我没有看。他跟我说你是在转移话题，你在转移话题。我在跟你们说那个漫画的来源哈。啊，所以他叫什么？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叫什么，因为他推荐我看的时候，我看到大纲我就不想看了。大纲。对啊，他就是说有个男生很想要一个女朋友，可是他因为他比较宅，所以交不到女朋友。然后结果他太想要了，然后有一天他就醒来，发现自己变成女生，他就自己去找男朋友的故事。合成。哦哦啊！晚来如初，所以你为什么要说谎？你为什么要说谎？那时候明明已经怪王 boss 要死掉，你说你还有三分之一的时候才来的，你骗人！我哪有？我只是在旁边。我有剪出来哦，我有剪出来哦，你要不要去看？哎呦！而且我一定要找，有时候打我还找不到路过去你们这里。所以你摸过来的时候，boss 快死掉了啊！可是我看到他血条，说他有三分之一啊！你在远方看啊！你可以现在来证明一下了，来来来，去证明。一个人在远方，他还有三分之一啦，但是啊，我天阶说他就剩10%了啊！啊，我没有骗人的，就算他过去，他都死掉了。啊！我就刚好回来拿钻石啊！啊！我就想要钻石妹。啊！我身体就很诚实啊！哎、欸，我很诚实啊！我就真的看到三分之一啊！哎，觉得其实严格来说，真的那个酱油没说谎。是哎、欸，误会你了，对不起。说话的艺术。天哪、啊！哎呦，你真的很适合做直销哎、欸！你很适合哎、欸！对啊。太会了吧！我只说实话，虽然说我说真的，我那时候看的时候是其实是我已经看到你们在看的，但是我掉到一个洞里面去，我找不到路上来。哇！他现在讲那个了，真心的话了，真心话了。对，这是真心话。我那时候实际发生的事情。对，这是实际，就是我那时候真的有看到你们在打，我想说要过去，就包后面自己就。不知道什么就掉下去，然后我就想说要上去，就我找不到路上去，我就自己堆上来，然后他就快死了。没事，我觉得还蛮正常的那个发展。对，你是说路痴的部分吗？不是，是掉下去的部分。我要去找杰克。噔噔噔噔，证明。快去证明，给我下去证明。不要了，我要射他，我要射他。你射到我，我就给你一级毙命。哎、欸，等一下啊、哦，我拿一下剑，拿一下剑，你骂他下剑，快啊！那个剑好，我冲了，冲了，你是不是要回家了？你叫你小孩过来了，我不贩卖人口、欸。僵尸王哦，对啊，我会肚子饿的、欸。你们这群小孩们，你们有梦想吗？不要跟着你爸了。完了。你专心输出，你专心输出。他现在看我，你不要跑啦！你跑什么跑啦？老师说站在原地等呢、啊。刚刚的气势呢？对不起啦，不要这么凶啦。不要看我，要看我而已。你多小怪会去弄你？哇，小屁孩们！
小孩子喜欢你，嗯，我不喜欢他，他很难过，不喜欢小孩子、哦、哭了，我不喜欢小孩子，怎么办？好巧、哦，他也不喜欢酱油，怎么办？是肚子饿，傻眼。刚不是讲了，我就说他会饥饿。天哪！有没有听得懂？你在听谁在讲酱油？不是，我想说那个，我想说我刚刚吃饱、欸，你可以再帮我铺两个方块吗？你可以再帮我铺个两个方块吗？好，我帮你铺，我帮你铺，你等我。铺啊！好穷啊！再给你下来吗？我铺了三个。哎哎哎！哭啊！哭啊！你先上来，你先上来，你先上来，你先上来。去啦！完了，换杰克上不来。你呢？再给你直接。你直接把方块铺在叶子底下，我真的是觉得你是哈喽。没有，我本来想说，我本来想说你那个、啊、你踩着叶，把叶子打掉下来比较安全啊。你在学哈特利吗？妮妮，妮妮，妮妮，我快死掉了，你知道吗？我知道，因为我也快死掉了。我知道，我知道，因为是我在弄你的。哦哟，你这个方块真放得很雷耶！我以后不要跟这种人组队了。哇！你在这边盖家哦、喔！我把那个挖掉，把那个挖掉。你刚刚盖什么？我知道他盖家耶、欸！天哪！杰克，你刚刚哭腔吗？这个会被打。他就快崩溃了。杰克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将将将将召唤下段。笑死了！太好笑了，精英将将召唤的小怪。精英将将。语音打开蛮好笑的。我现在查那个酿造药水，我发现原来在那个基岩版的有那个、欸、解毒剂、灵药，有啊，还有胃药，胃药，对，它是治疗啊那个中毒、虚弱、失明而死。哇，这么酷啊！这个真的酷，哦、小知识，小知识，对，小知识。真的，他就是要我们去玩机岩版，但是我们都一直在玩 Java 版啊。嗯，对啊，我就爱 Java 版，我就爱 Java 版，可以让我跳过去吗？拜托。哦，杰克开始用球的，拜托你放出去，拜托了，快死了、啊，他快死了，紧张啊。五十四颗，你觉得这个队友你给几分？满分五十四分。对你给几分？满分五十四哦，我给0.54啊。0.54，来来，还是点了，还是点了，来接啊，来接，来接，可以。我家狗都生气耶。你因为你没做事吗？哎、欸，哥，这超好笑的哎、欸。我有做。哎、欸，你很不想要对不对？你要不要剪？你到底要不要剪呢、啊？啊，我没看到，谢谢大大无私的分享，好人一生平安。分享，分享，可怕！上一次的可怕，可怕，可怕，可怕！分享，现在我们是要整理一个将士语录啊，真的。有人在家吧？将士神通，对吗？你看前面的 T5J4 嘛，然后有人在家吗？然后像现在可怕跟那个。好多啊、哦！你红了哎、欸！真的好开心哦！我没有啊，我有吗？大型出有你蛮开心的。哎、欸、啊！哦，这里就一堆洞，我差点要摔到洞里去。那个不是啊，黑色啊！峡谷就这么大，你说一堆洞是什么？对啊，那个就是大峡谷了。大峡谷。嗯。少一公钟啊！对啊，我要回家。苦怕怕，绿色的苦怕怕。送他回家，送他回家，送他回家，送他回家。耶、yeah ！城门盖完了，好说好了。那个狗狗也回的太刚好了吧？好，技能值合成。城门盖完喽。可以啊。很丑的城门哦。是呀、啊哎，有就好了。可以，毛毛，毛毛，一万格，一万格。哎、欸欸欸，等一下啊，我的剑不合嘞，好险！
不是啊，你有开哦、喔，我不知道哎、欸。我跟你讲，你要花多少点输回去？哦，在你身上吧。你要花多少点输回去？太神了吧！太会了哦，真的呢。我吹到一等你对我这么一颗洗能死。好好好，柴哥啊，你在哪里呀、啊？一般僵尸是40滴血，是不是？哎，等一下我先看一下你僵尸有多少，20吧。哎，这个洗人是坏掉了，给两颗吗？40是安德。好啦，都给你，都给你。啊，我空手是10，我给你一颗丢你身上了。好，我一个拿了。耶，那有人在家吗？你要不要再相信我一次啊？好，我相信你哦。哎、欸，他只说打十下哦，杀死僵尸。那你可不可以喝虚弱药水打十下，再喝牛奶打死他？是啊，感觉可以耶，可以哦，对啊，可以啊，感觉是可以、啊。哦，十等于半格，是不是？嗯，你走慢一点。我跟你讲哦，这里的位置是1500-1300哦。1500，什么意思？很远吗？家里的位置大概在250-250左右的位置哦。家里不是玲玲吗？啊，对对对，家里是玲玲。那好像很远呢、欸。不是好像吧？就很远。那我要跟着你走，哎、欸，不要走太快，我会迷路。我在四处找到丛林了耶！哎 ，Vipa 坐在船上，哎、欸、嗨，你好。嗨。哎呀，刚才丢鱼。你知道我现在很怕他跑太快，然后我肚子饿追不上，应该是这样。然后拿肉粽。对啊，任务没有讲到说不能传送啊，只是就走到，但是可以传完之后再走过去啊。刚刚说要走的，刚刚说要走的，上面写走道啊。对啊，可是你传完再走过去，你也在走啊。对啊，也是算走啊。啊，哎呦，你说我是表单直接复制过来的，您好像可以哦，他没有讲到啊。哎呦，刚刚前面在讲的，好吧 ，OK， 好吧 ，OK， 拜 ，OK， 拜。不然你要走一万，赶走到什么时候？就走半小时哎、欸。加起来就好了，加起来也差不多。加起来你也要走个5000-5000哎、欸，差不多。啊、你敢与逆校长、啊？好、啊，传少。我的那个。没有，哈基在船上。有人在船上啊！这里太远了吧！我要去碰个运气、啊，我要去碰个运气。什么东西？不要抢！我要。XYD 5000，就是10000啊，加起来总共10000。那、啊、我到了哎、欸。哎、欸，你们知道地狱有一个那个吗？加起来刚好有一个门可以走过去啊。刚好10000-10000左右的位置。挣3000，负7000啊。因为地狱那个我是扑到地狱堡垒那边出来，在一个海上，超哦正负不能是不是？应该就反正就是 x 加 y 加 z 哦，那这样子负的不行是不是？对对对对对，要加正不开心啊！加起好玩呢，好玩。好，我这样慢慢走，等一下这时候往这一间上对。哇，我要走2000格啊，可以的。这个很快，2000格不用10分钟。哎，用走的哎、欸。我觉得蛮快的，我已经走不到多少格。你这个有装备的，我没装备。哇，你没装备啊？对啊，装对啊，对哈。我忘了。你干什么？你干什么？白痴！我走路啊，我走路嘛。我在走路。哎，可是这边要游了怎么办？哎，那边那你要扑的才算走路哦。不是啊，你在水底走路。他会知道，所以也太累了。我是觉得应该不用到那么苛刻。要不要借你啊？要不要借你装备啊？合成，没关系，我用走的。那我就看你走嘛。我就看你走、啊。害羞，你们就一起在任务啦。你不用客气啦。啊，有个要打史莱姆、打女巫、打沉思的 啊，打逆思。逆思。刚刚不是讲逆思？啊，对，好像有。一直要叫他忘，他很生气耶、欸！他真的很气耶、欸！他真的很气耶、欸！怎么这么气啊？哇，太多人在跑图了，小鸡怎么都卡卡的？他是咳到那个了吗？咳到
好笑。他之前有一次很好笑哦，他很生气，然后他是这样，汪汪。真的呛到啊！太气了！啊，咳到啊，就咳了两声，继续叫。这真的很气，这真的很气。哎、欸，他真的，我就听到感觉快沙哑了。对啊，而且人家叫累还会休息一下，继续叫，很聪明哦。真的是蛮聪明。我觉得这不是聪不聪明，而是你累的关系。哦，不行啊。没有啦，因为好像人叫我拿吉特剑砍你，可是不行啊，你没装备哎、欸。这样很坏嘞、欸！叫你击退你，这样很坏、欸。臭贝贝，哎呦！其实轻松生存不是只有我们而已，还有我家阿呆。真的，他一直很想要出场的感觉。对。好了，你找谁帮他盖一个狗窝放在那旁边？对啊，其实轻松生存不是八个人，是九个人啊！九人啊！哦，神秘的第九个人，神秘第九人究竟是谁呢？聊天，他每天都会出现，然后还要放黑影。我是谁？传送天到网底线网。哎，灯笼，灯笼，灯笼是火把加铁力，对不对？对。哎、啊，你要不要做那个？做那个灵魂杀的？蓝色火焰的。蓝色火焰的、哦。对。怎么做啊？你那个火把正常放，然后下面放灵魂杀。哦。或是灵魂图。我来试试看。可以做灯笼。灯笼是多久以前的事情了、啊？啊、真的假的？哎，想一下。哎、欸，为什么你的头颅不一样啊？好屌哦！那个是之前的头颅不是会一直 bug 吗？是不是？他两只熊猫一个团团头哎、欸，怎么可以这样？都不一样哎，怎么可以被？是吧？哎，进化，进化。火把没有加灵魂沙在下面没有、欸？不是火把，是木炭或那个煤炭。哦、正常摆火把、哦、下面放灵魂，说要工作台。哦，好，懂了。都虚弱药水砍人哦，好。你要砍我，不要啦！是啊，他说击有击退，但没伤害啦。哦，这么想砍的，这么想让我砍太想砍了。哎、欸，还有，你在找什么、哦？他在飞，他在飞。哦，我在找木头，有了，有了。来试做个看看。他用飞的，他不想走的哦。谁？谁飞起来？谁飞起来了？被打飞了吼、哦，就是他。哦，有哎、欸，有了哈，有了哈，就这个比较好看。好，很漂亮哎、欸，那可不可以做这种？哎、欸，可以哎、欸，我看到了，它可以做火堆哦、喔。师傅，你可以在家。我要砍他，我砍他，我砍他！天哪，不要砍我啦！哎、欸，好痛，好痛，这是哪？屁啦，砍你痛！我掉了一格半哎、欸，好痛哦、喔，好痛哦、喔！怎么？你扣半太痛了吧？怎么那么痛啊？你才扣半颗星，我还有加护甲值的装备呢。你才半颗星一格半，你骗人，在说谎啊，在说谎啊！啊，可是我刚刚还，我刚刚有那个啊，有那个，你屁我至少半格啊！你屁！哎呀，哎、欸，这里是哪里啊？传送在哪里啊？这里是哪里？我在哈记大豪宅有没有看过？隔壁还有很多梅子哎、欸。哦，梅子，哎呀，我要代替他继承罚你。哇，所以反正你是美，反正你是美少男战士，我是美熟男，美熟男，美熟。你不要把我打那么远，我想要上去。啊，我上来了。你不用下来了。我要守，我要守，我要守着你，不要下来了。他在的同时，他在下面，在下面放一个那连闪。对，不要太快了吧？没了。画、欸，我问个题外话，画是外面一圈都是木棒，然后中间一个羽毛嘛？对，羽毛的、啊。你是在偷笑，你在偷笑，你在偷笑。好了，手下留情，刀下留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阿门。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有人在叫吗？
有我，你可以 TP 酱油。打我！没有打我啦，老师师傅，我被打了。加油！加油！你要度过这个考验。加油！过了就是你的了。成为完整的。我把他打到半空中了，怎么会这样子？他不动了。是卡了吗？是不是卡了？是不是卡了一下？啊、我一直趴在地上啦，我想说刚刚酱油成仙了欸，他脚是浮空的欸，真的熬过了欸，熬过了，你要吗？哎、欸，我真的成宝了，师傅啊，重音了，哇哇，你哇，这个重音码是我上次取的名字，浮中女神可以实现愿望哦，你刚想到了，我想说你刚刚是直接吗？草泥马哎、欸！哇塞！我没有啦，很凶哎、欸！哇，这胡同女生怎么了？八加九。我是在说草泥马，只要拥有它的话，就可以进入 PK 888啊！不用解释了，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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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是哦，故乡，恭喜，这样子应该对了啊、哦，八零。你等下说少一千，大型储物箱，大型储物箱，铁巨人，野生的吗？野生的，因为我刚刚原本就要原本想跑一万那个，然后想说路上顺便看出打他，打他，大型储物箱，大型，我很辛苦，我大型储物箱，正确正确，两千八个，大型储物箱。你好辛苦哦！你好辛苦哦！辛苦了，辛苦了。哎、欸，你那么辛苦，你要不要考虑？哎、欸，你要想我，我帮你解救了，你还有一半要跑，我就帮你解救了。大型储物箱，我要回大型储物箱。好，你要不要考虑预购一下交通工具？大概二十年后收到你收益。二十年后，大型储，而且很优惠哦，只要99998除以五。啊，储不进的小数点就吃掉这样。哎呀，算了、哦，买东西很累哎。对啊，他自己算哎。是真的呢，哎呀，哎、欸，这就是我们传教那个不是传教啊，呸呸呸，我们传教大买卖三个地方啊，大型储物箱，让大家顺便复习一下储物箱啊，复习一下数学，你吧，你才要复习吧，你那你要不要用三角函数进来？你是迷宫吗？你是迷宫去啦，要二楼啦，这那个地方的入口是二楼。要走、oh, 走出去，这里。你说三角函数，我有点记得我数学老师说、哦，说我这一科学三角函数没有用，然后就有人问为什么，他说因为你不会用三角函数去算你的牙齿有几颗。哎、欸，不好说。好不好？有人会需要。你知道三角函数来算，哎、欸，你的牙齿究竟有几颗呢？你看现在都网络上一大堆什么那么考题什么，给我面试官那个东西的。对啊，都有些奇怪的知识，那个啊，什么鬼东西的啊？录取，大型储物箱，我录取都有可能。对啊，合成，小聪明好有吗？合成，哎、欸、小，要晚上了，要晚上。哎、欸，酱油，嗨，有人说他算过，对。他算过你刚刚说的三角函数牙齿吧？对。那我跟你讲，你去找我老师，那不是我讲的、欸。但是你跟我们讲的哦，你这样子跟我们讲，太极打得不错哦。大型储物箱。我就觉得你甩锅天王哎、欸，很会甩，超超猛的哦。哎，这样你可以真的太强了吧？这样大型储物箱。这样你是不是学过闪电鞭？闪电五连鞭。闪电五连鞭。一边，铁巨人好强哦，妈妈！哇，他没看过哎，怎么办？嗯，完了，你们门派要切磋一下了。门派要切磋一下。可是老实说，你刚刚讲那是什么？我也没看过。闪电五连鞭哎！啊，你也没看过闪电五连鞭哎？没看过。你要看后制版的比较、啊、那个，先看原版。后制版超好笑的。先看原版，再看后制版。等下晚点贴给你。抖音白骨爪的，白痴哦。啊！怎么都知道？为什么？九一班骨爪馆长的那时候的大型厨哦哦哦，你说哦那个有啊，那个有。九一班骨爪是港剧吗？还是什么？不是，
是替别人用的东西。嗯，有人对馆长用了这个东西。哦，被打爆。哦，我好像知道发生什么事了。画是很低几率才会刷出三乘三吗？你要左下角，最好是放左下角。哇，我也是放左下角，还是二乘二哎。哦，那你的血统有点黑。有三乘三吗？还是有四乘三而已吧。是四乘三哦，那四是高还是宽啊？还是宽？宽四高哦。哇，你可以放两个一乘一啊。哦，好吧。好吧，有三乘三吗？吧，你就这样没有吧？有吗？有三乘三吗？我不确定，我记得十下还是有二乘二啊？你这能量虚弱，药水巨大。二乘二有，二乘二有，没有，我只是空手的。三乘三好像。三十三，我不确定，好像没。哇！我居然问了一个大家都疑问的问题啊！完了，还好那时候知识王没有出这一题。对，好险没出题，吓死了！全死光，真的会死光。因为有一乘以二，有二乘以二，三乘以三，好问题。木独羊，他是不是有个任务是砍铁巨人三只啊？然后还要打死小村民三只、欸？有吗？是不是刚刚没听人家讲话、啊？你在干嘛、啊？完成了，你有没有？刚刚有没有？你可以，我们听人家讲话。你以后可不可以听人家讲话、啊？我只有听到其中一个啊，我想说铁巨人还没有完成。你要不要剪？杨讲的，铁巨人完成了。铁巨人完成了，那这件样样对我很差，所以我自动无视。哇！两个，我觉得你们两个那个先底线先解决一下问题再上来好了。你们要去法院打架？哎，我跟你讲，法院好了。耶！打架！哎，我们可以看第一场了，可以看第二场了。可以过来了，等一下，好，我去接。01903。你知道我来了，是可用的。来，我来了，大家来门口，我来围观了。那我顺便回个血啊。好，你们先来这里，去回血。好，我先回血。来，你跟我走，哎，按铃在哪？按铃在哪？我要从头带你们过来这。要是我们等一下开始有人按了，这里哪里？下面跟我走。下面吗？要是我们等下开庭的时候，这里。这里走，单字结束怎么办啊？这里，单字结束是三小。上面，我们从头走吗？这里迷宫，真的是迷宫哎！我故意盖从二楼的啦，我故意盖从二楼走上去。你刚进来了，这法院还没好吧？但是它功能可以用了。好，它只是个未完成品，但是你知道他们的纠纷感觉很大，所以可以先用。对，现在过来，我们要进来。等一下，你等一下，没啦。现在要干嘛？到底要干嘛？泱泱嘞。我在走路，不是，我现在整个是状况外，现在怎么回事？嘿，我不知道，反正我们就上照片一起拍桌子，然后一喊着就对了。压力还是你们要赏，互相赏对方巴掌。那个酱油是要告人还是被告啊？我知道，那他毁谤人呢？有人按了，他毁谤人，他是被告人，他告人了。他升到了下去了。哦，酱油，你要找一个帮你辩护，那个什么，辩护还是检察官什么的，要找个律师帮你。你要找一个。告人的话是找律师还是辩护？找律师，告人都有。告人，对啊，告人律师啊，不是有不是有人要找检察官吗？检方跟辩方吧。检察官是公正的吧？那这样，哎，是那个证人，证人才要，等下谁是找？不是啊，检察官是。有另外就是额外事件，检察官自己主动去提出来说，比如说我们要告你。对，那你们两个找个律师哈，你们两个来，现在找不是我们辩方律师。看过吗？你觉得端午节肉粽怎么样？什么鬼啊？你现在贿赂吗？你在和解吗？你们要和解是不是？那你干嘛按身告理？对啊，没有啊，哦，非法无资源啊，哦，司法资源啊，我要让那个端午节肉粽当我的律师。什么鬼啊？哦，那个我可以，我觉得那个法官，我觉得我们先带他去验一下那个脑袋。我觉得他感觉怪怪的啦。啊，那个泱泱，你要不要找一个律师来？你找一个。律师，我觉得本心好了啦。哎呦，有人按，我帮你告死他。那酱油，你要自己当律师好。好，走，一起走，来。好，走。没有，我是法官啊，我先法官啊。
代理法官，好不好？你可以跟那个什么一则裁判的审判长一样啊。来那个来那个告人的这里哈，告人这边。就是、你说我讲的也有道理，他讲的也有道理，大家讲的都有道理。然后另外的走这哈。那个呢？我们是陪审团，我们是陪审团。陪审团还没盖，你们先在这边，你们先站在我这边看、欸、啊。好好好。好。我在中控位是不是？哎、欸、哎、欸欸，你在这边啊，你在这边，你站在这边、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啊，繁星，你要站在旁边，你要站在旁边。啊，准备好了、哦。好，哎、啊、呀，这个我们轻松生存的第一个测试场的这个法庭哦，开始啦！他进手动召唤新的矿车。不好意思啊，先跟你们讲一下哈，这个法院哈，这个还有点空哦，还没装好。但是我知道你们现在这个纠纷实在太严重了，所以呢，必须要先处理嘛，对不对？其实当事人都说什么了？好，来，我们来有请现在这一位酱小姐来，请先叙述一下事情。我是被告还告人啊？你是告你是告人的、啊，你为什么要告？你为什么要告江阳？哇！哇！陪审团飞出去了！陪审团召唤新的矿车，叫陪审团，陪审团请安静哈、啊！不好意思，安静，不好意思，来，江小姐，请先说明一下。好的，那个法院是不是有点暗啊？那个我就说是未完成品嘛。其实法官，我跟你说，我来这里就是为了你啊。啊，为了我？刚刚说为了我？等一下，我怎么觉得陪审团比较有戏？不好意思，我是为了你陪审团。小姐，你讲到一半继续啊，继续来，我肚子好痛。其实法官，这是因为那个对面那个他是被告还是告人？他是被告，对，反正你要告他嘛。其实那个被告他是跟我合演的一出戏，我们是为了来看你呀、啊，目睹你的一眼方泽。哎，等一下我电话。法官，他不尊重法庭。真的，我要你藐视法庭罪。快挂电话啦！看看好了。好，来，那换央小姐这边哈，你要请你的律师帮你讲吗？还是？可是他也没有针对什么，我要讲什么？没有，可是他从一开始就在语无伦次，不尊重法庭，嗯、然后手机也没开，我、嗯、们没关机。哦，对呢，好，来，那所以，酱小姐这边是没有要。就是控告央小姐什么事，但央小姐这边呢要控告酱小姐这边藐视法庭，这样吗？对，好，没问题。那个陪审团怎么看啊？陪审团哦，赞同是不是？赞同。好。那这个法院在这边判刑哈，那个酱小姐因为藐视法庭罪呢，所以要缴交十个钻石出来，到那个乐透箱里面，大家觉得如何啊？表示赞同。表示赞同。看到陪审团，都点头。好了，那这个第一个这个测试局哦，就由那个酱小姐哦，请你缴交十个钻石出来，我们将会捐到这个公益箱里面啊。来，叫小姐过来，来，还是讲电话啊？哎，讲电话，还帮我反驳。等一下讲电话说，等一下我被告了啦。等一下我被罚钱了。我要罚钱了啦，等一下啦。好，那个趁他还在讲电话，我来拉跟我走一下哈。假设哦，这边
这边和解或者调解不成哦，就会来到这里。这边干嘛的？这边呢，就是呢，一个人站一边哦。这边就是打架决定是那个哈，决定一切这样。然后呢，其他人就可以站在旁边看这样。哦当然是最希望不要走到这一步了，因为一定会有人受伤，一定会有人要扣一颗钻石嘛，再下一次。哎哦，我说同频扣十颗好了吗？对，对嘞。哎，对，判决结果是不是要打在聊天室啊？对呢。哎，我是不是遇到诈骗集团啊？没有没有，你说我们吗？还是你说我们吗？他一直说你知道我是谁吗？我说你是谁？他说我很重要的事跟你讲。我说你是谁？他就说你知道你真的不知道我是谁吗？今天是哦，那是诈骗，那就是啦，诈骗集团啊，那个是。因为我问他什么事，他说真的很重要，关于工作的事啊。最近我刚好工作有那个啊，我就说那你是就是那个老板娘吗？还是谁？啊，他跟我说对，他是老板娘，然后那就是啊，就他是男的，他男的，好搞。哎，你知道我觉得他可能是回太顺，你知道吗？我因为一般来说，假设现在你说是谁，然后我说我是熊猫团团，他就会说哦，对，我是熊猫团团。对啊，他没想到我说你是老板娘，然后接回对我是老板娘，那你就挂他电话了吗？然后我就傻眼，我就说老板娘是男的吧？他说不是不是不是，我是老板。太好笑了！那个江小姐，在你被诈骗的时候，小娇十个钻石出来。不会啦，我没有可以。法院判决要听啊！你要被七个人告了哦。判决到我中间休息十分钟，哎，我有玩逆转裁判哦。没有，刚刚还开罚五分钟，休息十分钟。对啊。哎，没办法，上面写重要电话，我想说是怎么回事，一定要接。没有，你不用担心，那个时刻我们不会吞走，我们是放到那个，对，我们是放到乐透的那个箱，对，我们放到公益箱。哎，你够幸运，你可以再把它抽回来。完呢，我还有样事都还没有，都还没有清晰。啊，你刚刚不是说没事？你说没事，你说只是来看团团的，在骗。而且他又有事。哦，你再去按一次，够了吗？女人都是善变的。那你再去按一次啊！好了，你再去按一次啦。你刚刚吃不开了一个 AOE 炮，你说女人都是善变的，小雨告死他。模式间，他举手，他们快要说了，那个说很多女人都是善变的，我已经被骗到不想再变了，那个模样。不行，你要切实的，你要不要先，按继续按个按钮，再继续申告？你刚刚说你又不申告了，你是对啊，对啊，心里干嘛？你爱心你干嘛？干嘛啦？你是要关怀吗？哎，不好意思，请问一下这位小姐，你有什么需要的地方？不要坐轮椅进来，哎。哦，是这样，我可以上去吗？按禁令是给那个申请人是按的啦。没有，第一个按已经解决了，第一个按已经解决了。你必须再申告。你要讲你跟样样之间的纠纷，你就不需要按上面的那一个。对。啊。样样不高兴了。嗯，不是啦，你要，你就申购，你要讲清楚。对啊，你要讲清楚，要不讲清楚的。为什么？爸爸，为什么你那时候不陪我去，就回台北了啦？我先去两边讲，先不要讲。好，不要讲，我等下听你讲，听你讲，等下再讲，再讲话。好，我准备好了，准备好。哎，我又来了。他退位，领导又来了。哦，法官想自己谁量一下哈，你可不可以下次要讲到一起讲完啊？是不是？哎，没办法。上面写重要电话嘛，我想说重要电话给他接，结果谁知道为什么诈骗电话会变重要电话？很重要的诈骗电话，搞不好是律师要跟你说你要怎么讲。然后打来说，其实我从你们那个某某某那里看到了那个轻松生存，然后看到你们现在正在开庭。啪啪啪，来开庭开庭，第二庭来，那个江小姐，你请问你有什么东西要告杨小姐嘞？杨杨，为什么你要抛下我回台北？好，来这杨小姐，你要怎么说？我很想念我家人啊，我想回来看看我家人，家人总是很重要的嘛，是不是？你上个月回去两次了。家人回去看个一两次就够了吗？他们陪伴我一辈子，哎，我现在他们快老了，我当然花时间陪他们，是不是？你上个月回去两星期，没轮到你发言啦。我的发言居然没结束。哎，酱油，你忘记了？你忘记你不是玩吗？如果你觉得有意义，你要谈什么？你要喊什么？对，哎呀呀，你再讲一次好不好？你再讲一次刚刚那个。
不要不要不要！你这我要喊意义了！不喊不喊不喊！那你讲了我才能喊。哎呦，其实是中场休息时间嘛，陷入僵局了。那个进广告，怎么没有声音了？广告，这两位哪里都没声啊？这两位，可是要他讲话我才能喊意义啊！白痴啊！你要先丢话给他，你要丢话给他，现在没话了。哦，哎。哦，哎，我们刚讲到哪里啊？我刚以为你要说I don't know， I don't know。我们刚刚讲到哪里啊？哎呀，刚刚就是你们俩在吵到什么？他回去两个礼拜什么鬼的？哦，你忘记我们八月初有约了吗？我可以回去陪你啊。欸、我只想喊你看，你就是讲，你又不讲话，看你那个。这样是可以的吗，法官？我觉得江小姐你已经又在丑一了，你再这样子就藐视法庭罪了。哎、欸，等一下是要喊一还是要喊等等啊？因为一不是他们的那个翻译而已嘛。可是不能等等呢、啊？啊，一翻译。可是他们不是就是意义，其实只是他们翻译过来叫意义，不是要喊等等吗？是这样。没有，我怎么觉得你都纠结一些很奇怪的地方？哎、欸，不是啊，是有人问我不是要喊等等吗？我想说，哎、欸，是要喊等等吗？意义吧，是意义吧？意义啦，意义啦，太轻浮。意义啦，意义啦。二了。哎、欸，好，二了。对啊，意义是抗议，是叫对方等一下，然后你要讲话这样啊。哎、啊欸，其实这样喊等等也很逊啊，拍桌子啪，等等。好了，所以你到底还要讲什么？江小姐，快点！你忘记我们八月初有约吧？我可以回去陪你啊，不是说回来了就不能回去？奇怪。哎、欸，八哎、欸，等等，哎、欸，你刚上去，八月初来陪我，真的吗？可以啊，下去又不会怎样，可以顺便找油、啊。你明天跟我下来，你给我钱，你给我钱，你给我钱，我马上下去，我跟你讲。你明明知道你要来陪我，为什么也不留钱？好了，我觉得法官这边讲一下的话哈，我觉得这两个你们两位这样子讲下去，感觉也不是办法。有，那我们就来到进行最后的环节，我们来去斗、欸这个、斗技场。耶！耶！观战观战，来两位从这边过来，两位。哎、欸，我觉得这个法官放弃的好快，你觉得呢、欸？没有啊，你们都讲不拢啊，你们讨论不出个结果来啊，听不出个结论。我觉得我们是该和解一下了。OK， 你觉得这个漏洞怎么样？没有，你们两个快请过来，请过来，请过来。不行，已经开庭了，你们已经开了，来不及了。你要不要输入 KK 888就可以和解？过来，你要不要进来？你要不要进来？你要不要？不然你就要变成 PK 六个人。对啊，好嘿，我最喜欢这个了。你可以 PK 六个人哦。我觉得这个环节叫生死裁判，好像还不错哎。来，进入我们。那有人逆转裁判逆转到后面是大家没有啊，我们这里不是逆转裁判，我们这边是轻松裁判，我们是逆转陪审团，来来来来来，你要进去办，你知道吗？哎呀，过来啦，哎呦，被强制进入，他举手，来来来，好好好，来来，好，一人一个坑，好，一人一个坑，好哎，法官有人破坏场地了，哎，哇哦，破坏场地。没有，他刚把我挖起了，喂，挖起啊！好，来这个生死裁判哈，生死裁判就是在这个完全没有案件没办法解决，陷入焦灼的时候所用的一个最终决定哈。其实目标呢，就是你们对方想办法把你想办法把对方杀掉，哎、欸，你这个判刑就结束了，对。然后呢，这个的惩罚呢，就是被杀的那个呢，在下一次生存的时候呢，要扣一颗钻石啊，这就是惩罚、啊。等一下，我有异议，我觉得你们只是想看我们大家而已。啊，没有，是告你的那个人不知道在讲什么。对，是告你的不知道在讲什么，你知道吗？在哪里拖下水？我有异议。哎、欸，请说。这个官司一开始没有讲清楚，第一次判决不明不白、啊。没有啊，没有啊，前面我就说了，这一次是测试局，对。测试局应该是免钱的、啊。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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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没有，我们没有跟你们收钱的、啊，没收钱啊，我们没有收钱，你告了我们没有收钱呢、欸。法院好险，哎，等一下我知道目前要盖哪里了，盖法院旁边。好，来来，请两位来准备喽，来
三二一，开始。丫丫，我跟你说，我不动，我现在说好小声，他们听不见。你现在从你旁边挖下去，我们就能出去。我跟你们说，如果挖下去的，就算藐视法庭，还有破坏公务哦。哦，对。陪审团每个人都拿着弓哦。对哦，旁边越来越近了哦，真的哦，坏人，很危险哦，旁边很危险，好可怕。哎，我觉得陪审团比我们还可怕。赶快打！为什么不打啊？哎，你们可以先去忙你们的，回来再看我们有没有打。没有啊，白痴！不行，哎，我们就是来看你们的，验陪审团啊。而且我血没满呢。啊？他举手，不，我发抖啦。哎，你血，你穿全身，样样都没穿，他都没说什么了。啊，对啊。他说我只是暂时没穿。哎，要不要打？慢一点。快点！你看，穿的不用了。哎呀，有边界啦！他没裤子哦。等一下，我们是不是要被夹？哎，被夹啦！等一下，我们也要被夹哎，不错哦。你们再不砍就要砍你们喽！哎，我们等边界过来。鬼要被放出来了，那个你们确定不快点吗？大家都在看着你们了，好呀，大家都在看，一面是另外一个视角在看人哦，对，我们现在变另一个视角了，模式切换为旁观，好可怕，那大法官可以加速没关系，大法官，对，再加速一点，加速一点，他举手在哦，红色，来，红色来了，减为一点零格宽，边界来了，边界来了，哎呦，边界来了，边界来了。这样还是将世界，我们观察者啊，我们已经是旁观者了，我们已经是在另一个视角在看你们，我们在摄影机外面看。边界说到完哦，它是零格。你们用这个边界不会卡吗？不会啊，为什么？每秒的伤害设为每点零一格增加时，你赶快砍死他就好了。断了，断了，断了。那就看起来是洋洋存活下来了。没用那个边界不会卡吗？不会啊，不会啊，在三十。刚一开边界，我直接定格。他举手，你将世界边界设为王。我把我都定格，然后我开一看装备，我就直接喷他。那你进得来吗？你该不会进不来了吧？会不会害我进不去啊？推出去了，边界关去。对啊，边界。可是我们还是要个一次吧？他既然都输了，我们还是要对，扣一吗？又打一哦，又打一吗？那我觉得这样子了，就直接扣一颗了，他直接扣一颗了，对吧？直接扣一颗就这样，我们再下去没完没了啊！解散，他进不来了，陪审团要走了，来了，解散！哇，我们这个一搞，你看搞了快。搞了半个小时啦！对，我觉得之后开庭是不是要先收开庭费啊？我也觉得感觉该收一下啦。对啊，看少挖几个钻石。开庭费是收公益的，我们就是收到那公益箱，就是收到那个，我们不会给任何人，就是给那个抽奖箱，给抽奖箱两颗。有人陪审团一个人一分钟，六个人几分钟？六分钟，十分钟怎么办？只有十分钟，一个小时啊！笑死！有诅咒，我觉得应该要跟之前一样的。我觉得是跟之前那个卡住的那个。哇，你飞好高哦！你飞好高哦！很小一卡住。哎，我看到我 OBS 有画面，可是我的画面没有。达没有受伤，画面没有画面卡住了。精英小苦，精英小苦，精英小苦，精英小苦。我的武力炮吗？我要去，来不及了，来不及了，他死了。好吧，那你们打。我的合成有了，合成放个话。等一下，我身上好满。我可以上一名啊，好满。加入了游戏。不过法官，我可以申请那个陪审团的位置，可以旁边一点吗？陪审团很挤。没有，我这边还没弄你的吗？好。断线写什么东西？我的。你怎么不肌肉啊？我呢？我闪退呢？我就疯狂闪退。闪退是麦块直接不见这样子，麦块直接喷了，应该是这样吧，我不知道，没关系。我麦块直接喷了。可是为什么他会对边界敏感？对啊，你怎么会对边界敏感啊？超奇怪。是每个礼拜都要断一次一个人啊？我游戏重开好吧，我游戏重开。好，你游戏重开。哎。
播广告。电脑，城主啊，电脑。哦，这样有你往另一面方面想，你刚不用拖台前拖成这样的话，你就不会断线啦。对啊，你要到就好好的讲讲完了嘛，然后就直接打起来。哎，我们就好好的讲啊，我们讲了、啊、还没有判决就先干架了。就没有。你记得他们其他人，刚刚你们那样子讲下去，到底会讲到什么结果？欸、我都受不了，说直接、啊、算了，直接扣一颗了，你觉得嘞？对啊，不是啊，不是啊，那不是有贵司吗？不是，你又没有请律师，你请吗？你请的律师是一颗巴掌哎、欸。单方的律师都还没有出场机会耶、欸。没什么，第二场我没有。那已经第二场了，那是第一场。第二场啦，对啊，你怎么混在一起？第一场有啊，第一场坏了。等一下，我等下我去骂那个诈骗集团。也害我，也害我第一场没有跟到啦。没有啊，你第一场也是一直在藐视法庭啊。没有啊，我是这种人吗？法官问你什么问题，你转移话题呢？哎、欸，对，我刚问你 A， 你不回我 B， 哎，我想起来了。讲一讲，我跟你讲，到告中，我觉得你那个墓园盖旁边好了。对啊，我是靠逆转裁判的哦，我是照着逆转裁判来的哦。屁的，你哪有啊？人家我也没玩过。逆转裁判旁边会叫人家盖墓园吗？对啊，我们讲一讲，讲到哎、欸，我觉得你旁边是很盖墓园、欸，超准的。OK， 那个判到后面叫他干架，很适合旁边盖墓园啊。我跟你讲，逆转裁判我也是玩过的，别骗我。哎、欸，我现在玩到第三季，他们前面都在哪嘞？哪嘞？可是我们一集只有两个小时哎、欸，我觉得不会那么跳痛吧？时间太长。不会啊，那个 OG 上很跳痛。这个我觉得之后下一次如果真的有要用这个功能哈，请记得那个要讲的话都先想清楚。对，就没有想清楚，然后就用的话，其实会造成后面就很焦灼，然后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哎、欸，话说回来，我们原本也没有要上法庭啊，被哄着哄着就来了。嗯，你没有分身啊？哎、欸，你先去按的申告你按的、欸。哎、欸，我先叫过去按的哈。哎、欸，那时候不是有人一直怂恿我，赶快按，赶快按，赶、哎、快搞，对不对？哎、太怪人了、欸，哎，又太怪人了、欸。好、啊，那怪我。哎，团团，我觉得你告，你去告，告一下那个人啊，团团。官职开高。我们觉得五盖好之后，我们请另一个我们之后的法官来用好了。哦，好。之后会有个法官好，然后之后我再来告，专业一点。对，有个比较专业。他是真的会那个吗？会那个系统发话，然后说信息？没有啊，是之后还我就知道，到时候你就知道了。跟 IP 有变吗？有，要重新整理一下，整理。对，因为我是要打 IP 的。哦，我要打 IP， 我也是打 IP。感谢。哎，你为什么掉线？他帮我们看吧。哦。啊，在那个。好。这个到时候这样，我就让你看一下到底什么叫做告人啊！专业的，让专业的来。哎、欸，我是护甲，怎么正在加入？怎么了？正在加入。啊，我的又是旧版的护甲，没事，我要修一下。直接盖掉吗？护甲？对，我刚超怕他那个语音会自己把那个 IP 整个念出来，哦，朗读功能把 IP 全部念出来。拉面是还好吧？还好啊，拉面拉面没事哦，我觉得很好笑。192.168.1.1 啊，念出来了啊！他不知道后面是59155，他们不会记得。你讲出来了，打出来了，打出来了啊！你怎么打出来了？完了！你不要想歪，没事，不要想歪。我觉得你们这样补了之后才有事。对啊，我是觉得不太好啦，现在打错不太好啦。I never say 哦，母汤哦，酱油，哎，酱油进来吗？我爸，我现在画面是有新的 IP 哦。按重新整理。你后面那一串五九什么东西要打、哦？要整整哦。嗯。哦，绿的，哦吼吼。干嘛啦？有分针吗？怎么了啦？干嘛啦？有分针。进度按钮。我看到有人绿的就冲过来了，好可怕、哦！转变为城市，有人在解城市任务吗？
那不知道，我突然一直听到一堆城市的声音，你知道吗？我是没在打啦，没有、啊。他们在护城河吧？好像。嗯，哦，下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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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城市，城市雨，城市雨，没事啦，谁啦，谁啦，小雨变城市的话，小雨啊，是我，原来是小雨啊，是我，我觉得叫城市雨，应该这个人也蛮好看的吧？对啊，城市雨通常都蛮好看的，对啊，真的假的？对啊。这是什么玄学？哇，好像更有个诗，有个鱼啊，有个亭啊。这什么土地炮？我觉得诗，我蛮认识蛮多诗亭都长得很好看的哎、欸。居然啊！诗这个，他说他是蔡佳淼吗？哎、欸，我是真的，我之前有个同学也叫陈思雨，她真的是那种单眼皮那种很可爱的女生。真的呀，真的！哎呦，真的真的真的，虽然不是在我班，是在隔壁班。哦，下课还蛮清楚的，尿尿都会经过看一下，对不对？是因为他是同个补习班，所以我才知道。我没有那么变态，跑去看人家班。那你在同一个补习班都知道人家在隔壁班呢？对啊，哇，你调查的蛮清楚。哇哇，有聊天嘛？哎呀，哇，没有，没有。是不是有意思、哎、没有流浪商人哎没有又流浪商人了、哦、呦哎又可以拿两只从哪里来的在小巴外面小巴有人要来拿酸绳吗有人家人你们他往法院走了他想哎他想进去了哦没有他在这里把他打死把他打死打吧他没有什么好换的啦。荷叶，灰色蓝调，西瓜什么？绿的蜘蛛。哦，我想说什么？小蓝，我也要。没有了。合成。没有了。掉了。合成。有没有真人石？我跟你说，是真人石，你要收多少？十五一样。我可以卖你十颗啦。合成。哎呦，还有很多的。哎呦。因为反正捡到的嘛，就当捡到的。然后有人讲一句说：“好看的人永远都是别班的，这样跟你同班的人很难过、欸。”哎，他很难过。啊，怎么绿绿的蜘蛛怎么按的身靠零？白痴啊！吓我一跳，我想说怎样？我刚也吓到，你知道？闹鬼啦！闹鬼啦！好怕哟、欸！酱油记得给钱哦，要投钱进去哦。他说什么钱？哎、欸，到底是谁在我家扔垃圾？我要告人了哦！金黄金胸甲跟矿车是怎样啊？没有矿车的话，会不会是陪审？矿车是不是刚陪审团的？刚陪审团到结的吧？知道太多了，杰克，杰克。开庭开庭！不要啦！我都算你那么便宜了，你在污染我的海！我干嘛？合成，回收提还要去回收啊？他怕了，他被回收走了。完、啊，你要废话，我在清洁我的那个哪壶哎，有人在毁灭证据啊，毁尸灭迹啊、哦，没有证据在这边，我有戴手套，来，还你，我用嘎吱窝夹住矿车的，都是矿车啊，是哈基那边来的哦，你们来做好的共犯，所以没写名字。证据无效，证据无效，笑死！那我丢你这个邮票啊！大行李箱，我要告他，告他说，他最后都是直接毁销毁掉啊！大型行李箱，刚刚的，我直接销毁了。等一下，这也可以。蜜蜂，这蜜蜂是麋鹿了，麋鹿蜂蜜，蜜蜂，麋鹿的蜜蜂。因为我看他附近没有蜂巢啊，就一直在这里飞来飞去。迷路的蜂蜜。寻路机制超北。超北。超北机。哇，他们真的超容易迷路。超会。嗯。超会搭。大型储物箱。是超会搭还是？超会搭。超会搭。我找你了。请说，请讲，我拢在听，看来没话可说了呢。
哇，欸，我可我发现蓝色的灯笼是比较暗啊，没有很亮，我觉得有点类似鬼火的感觉。对啊，不错吧，里面就是有点阴暗的感觉。对啊，取暖吗？然后一二，哎，一二，哎，干嘛？这椅子要分配啊，我在想，陪审团的椅子吗？对呀，我有烟，让我思考一下。哎呀，合成去掉。你还有需要什么吗？代理法官，哎，不行，代理法官，代理法官，没有没有，我现在够，我现在够了，我现在够了。我在野外遇到小雨，对啊，哇，讲什么？哇，他，你可以问看他是不是迷路了。没有啦，哦，难怪哦，原来是你，对啊，我拍照，你真的是 AI 有问题耶，真的是 AI 有问题，你是在说我脑袋有问题？没有，你自己说的。这里有几只啦？一二三四五六七减一。这里还有，这里还有，你在干嘛？你知道有超过八个人，可是我感觉我卡卡的，我在到处跑。所以要关麦哦。我在跟观众说，我有没有卡卡的？是我做梦还是我吸多了？吸什么啦？吸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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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敏感的哦。吸那个雷蒙吸多了。啊，嗯，吸雷蒙啊，不要吸太多呢，这个对身体不太好。那个香水吸太多变臭哦，臭水。你说有人以为香水喷越多越香吗？越臭啊，真的。喷上去的就好了。之前去那个某个车站，哦，都有那种就是很喜欢喷很浓香水味的那种的。嗯，然后某个车站是。北还南的，那个中立啊，中立，中，我以为说南的，南的也是啦，好像差不多啦。你知道经过的时候就会闻到一股那种，你知道什么叫团结力量大吗？哦，那个经过哦，浓醇，也对，香啊，它是形成了一个藏币在那边，你知道那个有点像圣币，你知道吗？我好像有机会目睹。小箱子村民玩耍咯。好，你请说请说请说，酱油请说。我不说了。刚才讲什么？浓醇香水。浓醇香水。哦，我想到了。就是香水它不是有什么前中后调吗？然后那时候我就听到有人说，就是它的前调配另一个香水前调很好闻，所以他就喷了两种香水在身上。那很恶心，两个混在一起。那味道就变得很奇怪，有花香又有果香，然后它另一个的中调好像是柠檬还是什么，我不知道，然后闻起来就很酸，很像臭酸味。你确定不是它的体味吗？啊，真的假的？不会吧？运动过后的啊。哦，对啊，确实啦。不会吧，在那个呢火车上面呢、啊？可能没。啊，没什么，没什么。刚刚是怎么好像断讯了？我在想说没开空调很热之类的啊。真的蛮热的啦。对啊，真的。最近真的很热，开的是热。可是有些女生流汗的味道蛮好闻的。真的假的？我讲真的啊。我觉得这句话有点变态。怪的，你知道吗？突然认真想，真香，这个，这真的很香。来问聊天室的男生吗？我是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喜欢闻？不好意思讲啊，我帮你们讲出来喽。我真的不知道哎，我这没闻过啦，不知道。对啊，我去闻那个啦。哦，有机会可以闻闻看啊。有人说减一，减一。他一定是闻他妹或他姐的吧，才觉得臭啊。啊，可是你会觉得好闻，应该是荷尔蒙的味道吧？对啊，哦，有，对啊，有可能。早期真的是用女生的汗在做香水的吗？真的，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有，有电影，有电影，看过电影吗？你说电影该不会是把女生的体香水？不是，不是，不是，那是汗，对，那是没错，可是是真的。真的有，真的有，真的有，真的底香的也有啦。
哦，要求那个很贵，还真的哦，真的啊，哇，欸，有加一的是不是？闻过对不对？他是要找那种就是那种捍卫是香的人来做，所以才会很贵啊。当然啦，啊，哦，哇，之前不是有就是他们去找一个健身房，然后叫女生去运动运动，然后收集那个东西是吗？不要运动过后啊，运动过后很恐怖啊，那个汗会臭哎，欸。哦，不然怎么收集？不然怎么收集？啊，不要动啊！想要那个惊悚的那个电影，就香水而已啊，香水啊，我觉得香水还好哎，欸，会吗？你香水还好啊。爸妈，我觉得他表达意思还蛮那个的。不会啊，我是没看过，不知道。我觉得还可以，反正拿去提炼。那是人家的兴趣跟他的什么个爱好？爱好吧，就是他的没有专长，专长加上他小时候的心理阴影导致他那个。对啊，可是他不是杀很多人吗？啊，他就是为了香水而已啊。是啊，他是为了香水。嗯，对了，只为了香水杀人呢，啊？没有，因为所有人都对他很差，只有他闻到那个香水的味道的时候，他觉得是，就是他感受到一丝温柔的那种。哦，嗯，至于他的去看背后的深层含义，对，不要看表面。哎，啊欸，你们看过《夏日大作战》吧？哦，你是动画那个吗？动画就是对啊，啊，不是有，哦，好像有，不是有一段是那个老奶奶死掉之后，有个男生把冰块都搬过去，那个很悲哀。哦，有。可是我长大后再去看的话，我觉得我的话也会跟那男的一样。怎样？孝心啊，就是人家老奶奶死掉啊，他，哦啊，只是就是，你看他也是老奶奶也是对他很好，所以他才会。对啦，可是这样是没错，没错了。可是你要问一下，这冰块是从哪回的啊？那冰块拿来降温的，你就突然就拿来，哎，欸，有冰块就拿来用了。我就看到冰块了。看到冰块就直接拿来用，人家有用处的，你在干什么？哇，这边怎么会有免费冰块啊？办一下。就是根本也不是免费的，别人的。别人的。对啊。别人的冰块比较香。对。哦不，不要，又回到香，不要。又回来了，又绕回来了。又回来了。今天还有皮革吗？嗯。有啊，有啊，给你拿个，玩自己养自己杀，欸。你要干嘛？站在一起拍。我要拿来做书，哦，我想说布置一下我的二楼。你书外面就有了啊？有吗？小八外面啊，去磨掉啊。书，你要说我的柜子里面有很多，像里面，哦，我要做书柜了呀，就是布置一下，自己去拿，啊哦。我记得我有两组多的书本吧，好多。那从哈基家还能进去吗？有一个地方。要花钱，不如我已经进来了，他没有收我，他没有收我费，那就要直接用抢的了。哦，放在哪里啊？哦，天啊！找一下，你找一下，右应该是进去右边的箱子其中一个。这边好整齐哦。你看里面箱子还是很乱，还没整理。杰克 ，Soysers XD 传送 Soysers XD， 他只想 TP 你而已。他的传送魔法，他只是想要到我的位置，我家的位置而已。对他只是想 TP 你。我要看一下，要过这里要有那个哈基会跟你抢哦，过路后卫哦。我跟你讲，会有山贼上哈基家的。什么山贼？此路是我开，此路我开。其实我说真的，我现在已经不知道怎么到你月家了。你就好好认路哈，你就好好认路啊，你就去找路啊。改了三级了哎，欸啊，好了，你就走哈基家吧，这边上来。啊，谢谢阿基。走那么多人出来。阿基，这个你可以跟他收个十钻。我不要了，我回去了。你都进来了，你都进来了，你都进去了。还有呢？哦，当进进出出，这么不负责任哦。你们在说什么？我觉得你们怪怪的啦。你们怪怪的啦。有人可以借我踢一下吗？踢呀踢呀。没事啊，我搞错了。到时候你们两个跑来我这里啊？因为我从那个月家走出来就是你家。哦，好。那这样你的石钻有没有拿去交交啊？什么钻？你说那个法法院不是说这次不收钱吗？有啊。第一次法法一次不用啊，第一次法法要交啊，别交交啊。十块钱还是？你怎么会这样子？搞不好等下中了就爽了，对不对？中了就爽了。对啊，还是你的东西。
对呀、啊，对，你的东西缴出去还是你的东西。看起来挺有道理的，但是那不是我的东西，难受了。你要等十点就知道你的，十点才会知道是不是？对啊，没有时间。你就要跟平常买乐透一样，你要当做公益的心情，不要赚钱嘛，对不对？做公益。最近我身边很多人在买乐透、欸，哎，是啊，因为最近那个就很多啊，很夯。对啊，为什么是最近才有啊？没有，应该是说共估太多起吧，是吧？之前就是累积起来很多，对，累积起来很可观、嗯，所以才是最近大家才都想要看能不能中那一笔，买一下，可以无忧无虑。那一次是3亿多吧，我记得。哦、嗯，这么多，上次是31，对，30几那个没啦、啊，那个没了，没了、啊，已经被分掉了。对，那个被分掉了。就是会中就会中啊，对啊，真的哎、欸，我真的觉得这种东西真的就是没办法强求哎、欸，太难了。所以我才说你就抱着做公益的心情去。你看人家今天轻松彩，我从来都没中过，你知道吗？我也没中过，我也没中过啊，我很哀伤哎、欸。得主有3个人啊。对啊，对啊，而且哎，有人是不是两次还是没有？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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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杰克、泱泱音乐，哦，他们两个还有杰克啊，杰克不是有、啊？我刚有讲啊，哇，杰克，我要告你了，我要告你了，我刚刚只有听到那个泱泱啊，干嘛啦？泱泱啊，你是不是要转移话题了？对，他是、欸、哈基家楼上跳下来一只僵尸，打他。哈基家楼上还没点亮，所以很有可能都会生怪。点亮了，我在我家怎么能会跳僵尸下来？楼顶楼吧，顶楼吧。我就在我家二楼，这顶楼也不会生啊。还是顶楼吗？拉这么亮哎、欸！他从上面打，就听到短一声，然后出现在我面前。短，我从这里面叫短一声。对啊，短，我记得音效有短呀、啊。有吗？你是不是要再说谎了？没有啦，他就真的坐下来就啪一声嘛，对不对？又变啪了，又变啪了。阿刚的短嘞，短一声啊，短一声啊，短完再啪，短完再啪，这样。是先短完再啪。下雨了。你说啪很像出车祸啊，所以我们说短比较可爱。哦、你是不是又在说谎？以后就要说，哎、欸，那个短一声被车撞，短一声被车撞不会比较不痛啊？对，还是赶快，快你去死啦！哦，要求，派，派，那雨是普通的雷雨啊，普通的雨，普通的雨，而且我要刷怪，傻眼呢、欸，哎呦！不是捡到铁装，哦，好像捡到全套的铁装吧。真的装备包，全套铁装。哇塞，哇哦！好像一开始有人扔垃圾在我的那个啦，那个盒嘛，捡到鞋子。那刚刚打到帽子、裤子跟胸甲。哦，哎呦，好会捡，真的呢。干嘛呢？干嘛？杰克你在干嘛？我刷石头啊。合成。哦。晚上打怪啊。有机会有烟的怪物，想刷石头卖呀、啊？他想自己用，他都自己用，自己用哦。他是自用。哦不不，精怪，精怪，位置在3505他好像不在山上哎、欸。哎、欸，在那个啦，繁星那个塔上。我的塔哦。哦，也太高！女巫哎、欸，那欺负那个，你不是有吗？烟火在箱子，你可以哦。有人上去了吗？你等人上去啊！你 TP 啊！我在上面了。要、啊、看有没有把你打下来啊！哎、欸，小心我，有点凶哦！哎呦，小心哦！哎呦，很毒哦他。哎、欸，痛啊！他是中毒啦。我在看小雨。哎、欸，不好意思，我剑气就比较宽哦、喔。没剑气比较宽，你要拿斧头打、啊。哎、欸，孩子丢我中毒了、欸，我要先回家，快死！哎、欸，他快来看我了，因为我跑走了，我先回去。哎呦，他记得我的头。防爆卷哎、欸，哭啊！上了防爆卷，哎呀，哭啊！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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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好多钱啊！先换地方，先下去啊！先回家的那个。对啊，我想问有没有观众知道刚撞死多少颗？撞死！我有47颗。快耶妹，你下不来。YT 能回放吗？可以啊，可以啊，你没有设定说不要回放是有的哦。好，预设应该都是有的啦。浴室有，浴室有，那厨房有吗？下来啊！我不回血。有哎，你们几个？他进来了吗？26哦，厉害，谢谢，厉害！哎呀，刚几个？我小雨、洋洋、哈记、你。哎，然后为什么我的箱子还有四个？有四个没拿钻石？那我去，我到楼上，我帮他们拿，我帮他们拿。不行啊，我在忙，还没忙完。来，那我放我的箱子里哦。一个五个，五个人，五个，耶耶！哇，天哪！我以为今天我可以全部盖完，结果居然还要再……哎，还有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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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辛苦了，把关。哦，他是代理，我是代理的。大型储物箱，代理也总要做多一点事情。储物箱，对，我要去拿牌。告示牌上面有分，有原本是绿色嘛，啊，灰色是指下一次有可能会被清掉，有可能哦。对，啊，绿色是保证下一次不会清掉，但下一次可能会变灰色。哦哦，它慢慢被消除，过期了，嗯，快过期了，快过期了。你是放在哪里啊？这里吗？啊，不是，这不是箱子，你的箱子哦，上面的箱子，有那个是杰克第二批的哦，那个是第二个。阿木，好，我拿了。嘿咻，我差一只沉思，差一只沉思。哎，沉思女巫跟史莱姆有人打吗？没有，我差一只史莱姆，我差一只女巫。哦，啊，没关系，那就给你吧。城市比较好处理，城市你在家外面引一下那个就好了。噔噔噔噔，你将自己的游戏模式，你将自己的游戏模式切换为生存模式。哇，装备起来，打雷，外面轻，打雷，在外面轻过就打雷，轻，对啊，现在打雷哦，打雷哦，打雷哦，得雨了，去收集头颅啊，你们可以去收集头颅了，得雨很麻烦，对耶，不会啊，雨越有，可是下雨啊，下雨啊，为什么？下雨啊，那怪不会不见，没事，是啦，你是不是懒了？很累了，有点，因为我在很远的地方。那你的三叉戟在身上还是在家？在家，你自己去翻一下。对，聊天栏，聊天栏编辑栏，聊天传送。女巫防不会生女巫，好烂。女巫防不会生女巫。啊，你说那个沼泽的是？对啊，我在那边等半天。一次性的女巫防。僵尸过来，僵尸过来。这个游戏的猫咪真的好凶哦！拍拍，哎、欸，我帮你引了一只小只的去泡水耶。哦，感谢你。在你家旁边的那个门。你将自己的游戏、哦、白痴哦，将自己的游戏模式切换为生存模式。你巧克力有。西瓜，西瓜，西瓜！哦，太香了吧！太香了，太香！你是在闻谁？对吧？你在闻谁？我的武器用好了，这看起来有四排攻击加成，哇！一排生命，一排加速，哦，哇！夸张！接下来就是。去哎，变了变了变了耶！谢谢你。你是需要洗能石吗？对啊。走的这把剑就可以卖了。原来是我是卖掉，是我来卖的，是不是？没有啊，我就是可以做替换啊。哦。就洗能自己去洗数那个数值而已啊。没有啊，第一把已经不错啦，28%速度跟叶妹给我下了20%加2%的攻击。这个好基本上都是顶。聊天栏编辑栏，
哎，那繁星你打三只女巫，那有个三只女巫跟一个三只女巫、三只史莱姆、三只神士都可以一起解决。三建议中选择哦，是各三只哦。嗯，对啊，那史莱姆分裂算几只啊？哎，对耶，对啊，好问题耶。嗯，这个真的是好问题。如果分裂的话，这样算四只哎。他的意思会不会是指最大只的那种啊？可是有时候你找到他也不是最大只哦。对啊，我觉得击杀就算了啦。对啊，就看死就是。啊，很好解这样子。对啊，干脆算那个好了，会掉史莱姆球的时候是算一只这样子。哦，那最小只的时候好像不错哦。小只，哎呦，这提议最多就四只，可以。哎、欸，有没有骷髅马？啊，对，今天没有骷髅马。快快快！嘎木龙该回家了，飞一下看。有人在家吗？我在飞家。哦，我要回去了，快死翘翘下去。然后死翘翘的哦，狂挥剑，狂挥剑，狂挥剑。白痴啊！对不起，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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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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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被雷打到了吗？不是，你们想知道怎么了吗？我在引苦力趴坐在船上，然后他刚好劈劈我，然后刚好苦力趴快炸掉了。对不起，这应该不是这个，这是意外了吧？这个吗？好了，你还他一颗就好了啦。不是他劈劈我也没有讲哦、喔。好，我再还你一颗。那我不写在家嘛？啊，我没有讲话。音乐哇，那跟我领一颗。没关系啦，一颗而已啦。好了，解到了。什么六六六啦，白痴！六六六！哎呦，六六六！笑死！笑死！哎，真是意想不到哎、欸，真的。合成，合成，合成。哎呦，今天比较好钓，是不是？我可以来这边钓一下，还好，应该站在上面钓。打了三颗、四颗石头回来，还行。哎呦，哎呦，哎呦，会，哎呦，绿色的，哎呀，哎，哎呀，哎呦，你在呕什么？呕什么？对啊，那个呕是怎么回事？啊，绿色，开心，绿绿的，绿色，喜欢绿色的。你想表达什么？没有，只是疑惑你是。哎、欸，我十六分了、欸。对啊，嗯，16分了。哎、你们现在那个要开讲，自己按上面的按钮啊、哦。聊天栏、哦，你这么厉害哦！十点按按钮，对哦。将自己他不要偷偷按开讲呢，是把他手剁掉。那次直接取消那个参赛的那个。哦，我觉得可以。如果刚好中，我就超级。对，反正你要看我。请问这次还会不小心抽到什么99号之类的吗？93，不会不会，那修正的修正的。聊天栏，你从有点害怕。将自己的游戏模式切换为生存模式。我在想要不要继续洗、欸？哪里的？这个是我现在用的。是副手，副手啊！啊，这好多、哦！哎呦，很棒呢！我在想要不要洗？他现在是两排攻击是满的。Oh. 一排六十，一排二十。你说另外一个？没有，左边我主要要洗左边， oh. 右边应该就定型了。他攻击伤害最高级啊！右边七十、七十、一百、一百，哎。啊！我七十、七十、一百、一百那个加速啊，他加速两排是七十，然后攻击就是一百。我看是，你说那个？我说入那个他骰子的时候，不是说上面。起来，我在讲左边要不要洗掉？洗呀、啊，好洗掉，通通洗，想洗就洗呀、啊，洗起来，洗，洗起来放。哇，你这个副手也太……我就是要洗副手伤害啊！哦，合成，我来看一下。不枉费你一直在收哦，七十，哎，这个猛哎。大型攻击180 90 80哎、欸、可以了可以了合成哎呦合成哎呦来砍一刀就知道了哇一刀30哇哦凶巴巴痛好痛哦巴巴杰克
在想了吧，那个。哎，真好强、啊！杰克，你好强哦。我可以捐赠奖金到那个吗？乐透箱里面。出来，捐赠可以啊。啊，好啊。你怎么了？哦，对啦，这个。哦，这个我觉得比钻石还稀，这东西比钻石还要稀有。哇你是说在明月的吗？你刚刚欢呼是欢呼这个东西哦、喔。哇，哎、欸、哎、欸，这很稀有哎、欸！我的天哪、啊！哦，我好好奇哦、喔。不是啦。嘿，很稀有啊！哪里好看？不是，你要想一下，刚刚有人拍手拍最大声呢、欸。大树储物箱，很厉害啊！哎、欸，打开了游戏，很难遇到，是蛮难的啦。可是加入了哇哦！你哇、wow, ，你怎么会那么多啊？我上一次不是做了西瓜南瓜鸡？哦、对啊，然后他只是两个小时而已，他就有两组的。这个我只放了一组进去而已，我身上还有一组。哇，这一次厉害哦，好棒！这次中奖的论坛两期耶，回馈社会。哎、欸，对，我要回去拿纸哎、欸。我纸还在家里。有了我的纸，纸。我现在是算副武器毕业了啦，主武器还没。嗯。我买了哪几个号码、啊？我来看一下。都忘记。对啊，我自己都忘，因为我就随便乱挑的、啊。11、13、23，真的哎、欸。40号。完全，我完全已经随便了，你知道？真的，就看哪个顺眼就点哪一个。对，没有，就是啊，今天就这个这个点了。电脑选号，我要来了。轻松彩，哈罗，开奖六，欢迎来到轻松彩。我要在这边先预祝大家中大奖。轻松彩，本次抽奖将于5秒后公布奖品。恭喜发发，一号是说一号，轻松彩号码，没人抽奖。团今天奖金不得了、欸不对欸，这次奖金我还忘了加三组进去耶、欸！哇，再加是不是？哇、哦，下一次会很猛哦！还要再加三组，很可怕、欸！天哪、啊！哇哦！哇哦！真的精彩！这次的三组，然后再加下一次的，直接先加好，先加好，不然会忘记。吼哦，等一下时间快上。哦、啊，这个券我们另外放好不好？券另外放另外一箱子。好好好欸、这个好下次中的一定很爽，天哪、啊！哦，要不然来做实，不是中的一定要做、這個、做公益，真的一定要做公益耶！中了绝对要做公益，每个人至少发个一组吧。分享喜悦、欸，真的每人发一组，他也是赚啊，对不对？超超赚哎！那个水果怎么跑出来了？什么事情？水果被拒绝了，被拒绝了。你要怕水果放一个礼拜坏掉？贴心贴心合成啊！没关系，没关系，怕坏掉，我下一期应该可以再补两组进去。我们下一期可能会少一个人。哎、欸，你们下来一下。嗨、啊。那个繁星，你家楼顶。哇呜！哎呦，他、啊、怎么刚刚没有？现在有？哎、欸，一团呢，刚刚生的，对啊，刚刚还是。哎、欸，要养起来，这要养起来，要养起来，不要养起来，不要乱打。上面那个就好，拿那个，上面那一只打死就好，拿那个吧。要酱油去给他们射就好了。我来帮你们，他们就会反弹，就是对啊，要打掉了，打一刀就会死，打一刀就会死。哎、欸，好了，太软了啦，你太痛了啦，哦、你的副手，那个价值一颗真能石哦，真的，这些都是真能石的材料，是他们来的啊，对啊，我们可以坐着了，对啊，大型储物箱，哎、欸，这个马不要啦。怎么这样我了？这是换我了，还有不要，还有不要，按起来，有可以，带走，我有点恐怖，你知道吗？你说那个高度吗？那个角度怪怪的。我家喜欢你。哎呦，哎呦，
啊，就等繁星回来。对，你们接，我运动，我运超，我运超。好，可以抢劫吗？然后就看到路过，顶落呀啦，沉下去了，过，全部都看着他走过去，走过来，走过去，走过来。这是要放音乐啊！接下来进场的是一年一班繁星同学。啊！进场了，进场了！我要走过去了。现在进场的是一年二班繁星同学。快走！啊！什么话说？什么话说？他不是要敬礼吗？他不是要敬礼吗？敬礼，敬礼！啊，司令台敬礼。专业的，专业的，很专业，创意进场哎，对，来了来了，来，今天轻松生存到这边啦，下一次没意外应该副本就会出来喽，下课，下课。好了，今晚金钟生存就到这边啦。不是哦，因为那个真的我会笑死哎、欸。这个等一下应该跟小雨一人分一个吧。对啊，就很好笑啊，刚好 TP 我目睹到。好啦，结尾啦。合成。合成。感谢。好啦，感谢今晚轻松生存的收看。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帮我点个喜欢；想继续看其他系列，帮我点个订阅啦。我是繁星，我们下次见喽，拜拜！离开游戏，拜拜。Soysers FC 离开了游戏。